我听廖振宇说，你遇到了你的初恋，然后就……你怎么坐在这儿啊？小心感冒。关你什么事？ 能不能别什么东夜宿街头？所以你的初恋是，那叫？ 跟你有关系吗？可以不说。不过你要是想说的话，我可以刚好帮忙，换你听听。你不叫初恋，最多算个暗恋。暗恋他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每个人在那个时候都会有那么一个人吧。你没有啊？我没有，我很忙的。 那你到现在还喜欢他吗？有的情感不能只用喜欢或不喜欢去概括，因为那是一整段青春。好巧啊。 好巧啊！雪落下。 这么小啊！我先走了。那个青春里，有廖振宇、边城，还有周冉。 还有好多人，但没有我。你到底有多喜欢他？喜欢到那个时候，每天都梦想着跟他考一所学校。那时候，你想和我考同一所初中，是不是？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你是因为他放弃了滑冰，是吗？ 唐雪，哎，你来了。你这是要去比赛吗？啊，一会儿就去了，有时间看吗？真抱歉，我午休的时候要做一道模拟题，所以去不了了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哦，这个给你的。哎，回去再拆吧。唐雪。 在那干嘛呢？走了。哎，来了，我先走了，回头再说。
这个叫唐雪的孩子之前的比赛成绩一直很稳定，是个好苗子，这次的国青选拔赛可以重点关注一下。嗯，我关注过他之前的成绩，曾经打破了湖城市青少年组的记录，很有潜力。唐雪，你的心意我收到了，但是我现在的目标是考大学，没有时间谈恋爱，对不起。赶紧换鞋，赶紧上场了。他的起跑反应有些慢啊。两个月以后的全国锦标赛，我还能去吗？雪儿，你先好好养伤吧。啊，这次受的伤比较严重，软组织多处受损，大夫可说你这腿要好的话，得半年以后才能恢复。行，等他恢复，恢复以后就训练。我就不信达不到以前的标准，不就复健吗？我现在去。哎呀，你现在哪能下床啊？以你现在这个情况，就算是康复以后，也不可能再达到以前的训练水平了。有可能在以后的比赛中还会复发的。不可能！大夫说的。我是不是没法滑冰了？爸爸之所以让你上高中，其实当时就是做了双保险，为你未来呀铺了两条路可走。这开学就是高二了，你现在这个伤也不能再训练了，咱就踏踏实实的把全部精力集中在高考嘛。我要滑冰，雪儿，爸爸妈妈，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这一生能够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生活，这就足够了。你能不能替爸爸妈妈想一下？
就差一点，幸亏没切到动脉，要不然可就有生命危险了。唐雪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大太子，我听说你保送明大了，真的假的？可以呀、啊！云城拒绝了你，影响了你的选拔，所以你放弃了短道速滑。你恨他吗？我只恨自己，恨自己为什么心理素质那么差，为什么康复以后没有回到冰上，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忘了最初的梦想。以后别再丢三落四的。变了哪儿？小时候那个怕虫子怕小混混的厉雨云现在气场全开。